今天过来陪着大黄做手术，大黄心里面还是挺镇定的，一点也不害怕。你看他那个肚子呼吸的时候，一喘一喘的。大黄好坚强啊，一点都不害怕，为了自己的孩子，是吧？之前的阿黄。我昨天从下午到这么晚，你昨天不行不行？我哦，这个脚呢，它被人家撞过了，这个疼，真的，真的直出血，所以这只脚疼。对，伤口嘛。好的。哎呀，好疼啊，黄。宝宝乖，宝宝乖。宝宝乖，哎呦，嗯，知道要睡觉觉了。好了。即将要给他动手术，这是手术室器材，吸的药，他不是打那个麻醉，他麻醉是要吸入式麻醉，因为这个手术比较大嘛，需要开胸。哎，希望大黄能挺住。三四十厘米是有的吗？三米的戏。疯了，那疯了几十针了。哦呦，宝宝醒了。哦呦，好。哦，摸摸，宝宝，没事，他不会咬了。伤口小心，没事。你让医生抱，说还算成功吧，因为他内脏都坏了，那个子宫也破了，心脏还有小肠、肺都跑到那个胸腔里面了，把胸腔打开，把那些取出来，很多东西都破了，缝了三米的戏啊！各位大黄。上了线就缝了三个，做了整整3个小时的手术。
坚持了过来。这是刚才做完的手术室。